问题就是我叫什么名字？来来来，一，来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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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准备好了，好来准备好了，一二三，来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来来一个，好苹果先的好，嘉文老师好耶， yeah, 送给你哇。问题我们来送这个，哎，还有现在到现在为止谁都还没拿到奖金，好是双哥好，双哥好，双哥好，他没有，有没有拿到？没有拿到，没有拿到，好好好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，好好放下放下，谁还没有拿到奖品的？现在到现在谁都还没拿到奖品？年轻，刚刚进楼下的，那他还没有、啊，有刚刚都还都，只要今天活动。那等一下才拿给他们。今天的活动还没有拿到奖品的有谁？今天活动还没拿到奖品的有谁？双妞，是双妞，什么？哦，他拿到海苔是玩游戏的海苔哈，还没有拿到其他的。好了好了好，那现在大家都有了，我们有这么来公平竞争的哦，好好来来。啊，洪明老师注意的哦，我要再问的哦。好。今天我们刚刚在奇美农场这样子的动物园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们有看到四只脚动物有哪些？这个题目比较难哦，四只脚的，要都全部把它讲出来。四只脚的，来，一、三。洪明老师，甜心些。甜心的，好来，四只脚。梅花鹿还有什么？还有四只脚的。牛有，还有鸭，有没有？羊哇，我们给甜心拍拍手，耶、yeah ！还有鸡啊，鸡是两只脚，两只脚的啊、哦，好，那再来、哦，我们拍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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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我再来，我这个问题哦，就要看看你们刚刚有没有专心的看那个指示牌在写什么啊。我们呢，火鸟，你有看到它对不对？对。火鸟的眼睛是不是很大？火鸟有没有眼睛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你觉得有的举手。有眼睫毛啊？觉得没有眼睫毛的举手。有，鸵鸟有眼睫毛，因为它还是要挡风沙哦。那牛有没有眼睫毛？有。对，都有眼睫毛。啊、哦，好，那我现在问这个问题，就是鸵鸟蛋有多重？哦，来，拍拍，双鸟，双鸟，十二公斤，哇，12公斤。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举手就拿了。没有谁，没有。好来来，再来，再来是这个题目，对不对？刚刚哦，我们有问到。好了，注意喽，注意喽。我们看到四只脚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没有看到两只脚的？有。好，来来来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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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来，洪斌老师，我帮忙看一下哦，哈。雨杰，雨杰。两只脚的动物，一二三。妙玲啊，鸡还有孔雀，还有鸵鸟，小鸟，还有鸭子，还有马，马就是吃的啦，还有鹌鹑呢，还有什么？猪鸡，有没有看它长得很丑呢？丑小鸭。那个很大只，然后长得很丑。火鸡有。小鸭。火鸡。火鸡。他还在问。还在问。鸵鸟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喽。我们刚刚是不是有那个？我们刚刚是不是有那个饲料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大家有没有拿到那个绿色长长的那一种饲料？有。有没有拿到那个？啊，那个是什么做的？一二三，好来。对，木树草不是树木草哈，耶、yeah! ，很不错，他还知道哦。好来，好，几块钱？再来，再来哦，再来。来送我们一下，这题要不要问的比较难？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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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为什么这一题？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玩具，所以都会叫我问简单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哪一个小朋友可以讲出他今天呢、啊？就是他觉得今天玩的有点像心得，然后你可以举三个例子，就是觉得你觉得为什么很好？那你今天有什么话想要跟你的，就是带你的朋友，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都可以。好，你要跟他说声什么？就只有这也太难了。对啊，所以我才送这个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。就是说，你今天觉得哪里最好玩？那你今天呢？你最想跟带你来的人说声什么？来，我们举手了，来。哎，有拿到礼物的，我们就给还没拿到的，就是下一个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一二三。后面的那个。好，你觉得什么很好玩？没有。云端体验很好玩 ，OK。然后你今天谁带你来的？妈妈最想跟妈妈说什么？谢谢啊，妈妈在哪里？哎呀，跟妈妈说谢谢你。OK OK， 不好意思啊。我再给一个人机会，也是一样的问题。你今天觉得什么最好玩？然后最想跟带你来的说什么？来，洪斌老师再帮我看一下啦，哈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洪斌老师，三的时候是他啦，好，他先举的啦，哦，他在二的时候就举了，那要三，那等一下的好不好？来，宇轩，你说，云端体验最好玩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害怕？有，还、啊、有没有克服啊？啊，克服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哇，我做到了？没有，不然下次嘞，下次还敢不敢再挑战更难？下次敢啊！今天爸爸妈妈带你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最想跟他们说什么？谢谢，好，来，你老爸在哪里？老爸老妈在哪边？阿爸说谢谢谢谢，有没有跟他们讲谢谢？你跟我讲而已，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讲？老爸做不赢，滑手机。还有哇！突然发现这边有好多，这么多啊！还有，感觉好棒啊！我想应该是贴纸。对，你们没有看到。现在我要来送这个贴纸。放在冰箱里面。哎，这个鸡泡面贴纸超多人喜欢的，对啊，超多人。好啊，刚刚你有举手的人，刚刚是哪一个？你哈，好，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今天有没有认识新朋友？冰箱被贴满了。啊，你认识哪一个新朋友？妈妈。妈妈不算新朋友啦，妈妈是旧朋友。你有没有认识别的新朋友？没有，新疆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认识？那个啊，那个小晴晴呢？好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来来拿礼物，来拿礼物，快点，赶快，来拿礼物。你说他就是新朋友，这里是新朋友。好 ，OK， 好咯，再来，我再来问一个问题，哎，等一下，小乔老师在哪边？小乔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要送给家长的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因为他们几乎都在这边了啊。好，那我再来哦，再来问问哦，我来想想。嘉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鸡呀、啊，鸡油、哦，鸡它是家禽类还是家畜类？来，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，哦，举手，这里，来，放下，一、二、三，鸭子，来，敬礼，什么？家禽类两只脚的哈，两只脚的很好哦，刚刚哦哈，我有在，来来哈，这个，哇，这个最喜欢的了哈，好来，你有水果，好来，我再来看看哈，来，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好了，我先给他一个问题，你最快他有马，刚刚有没有看到马？有，对，马怎么叫？马。那鸡怎么叫？咕咕咕。那兔子怎么叫？没有叫。哎，兔子会叫。会叫。它的请会叫。兔子会叫哦，对哦。然后我来看看，那鸭子怎么叫？呱呱呱。好。那我问你们哦，马是软身还是胎生？
举手，举手。一二三。来，洪斌老师。举高一点。等一下，重来好了。好好，来，洪斌老师厉害。洪斌老师厉害。这样，来，手心放下来，好快一点哦。来，要注意他。来，三。旋转，旋转，还神 ，OK， 哇，还有，哈，不用紧张。